各位兄弟平安，请咱准备心来做今仔日感恩节的礼拜。前奏是一首诗 ，Give thanks， 感恩。请咱同心来祈祷，感恩的时，阮的心内充满了济济的人；感恩的时，阮的心内一一变成较无去的人，就是阮家己。
就在阮心内变成较无家己的时，阮的担头变成减偌轻，阮的心变成偌快乐。恳求主爱天父，赐予阮一个安尼的感恩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这首圣诗是拄着四年灾害，为你真艰苦。Count your blessing.
请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记载伫腓立比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就常常惦伫主来欢喜。我阁要讲一遍，就欢喜。恁的顺良就对众人显明，主近了，一概无伫看路，独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平安，瞒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你的心，恁的念头。腓立比四章第四到第七节。各位兄弟平安，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Happy Thanksgiving。今仔日咱讲到的题目是较长哦，较侪字啦。谦卑接受上帝生命的安排，感恩负起家己自由的责任。所以咱今仔日想要讲 humility and thanksgiving， 谦卑。感恩，咱是要来讲谦卑会带来感恩，感恩会带来快乐。快乐是对感恩来，感恩是对谦卑来。早前啊，在一个数百年真苦难的城市，附近有一个较高的山，山顶住一位有智慧的圣者伫遐。一日，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千里迢迢爬上山去求见迄位有智慧的圣者。这位年轻的妈妈对那位智慧的圣者说，说她不久以前生一个孩子，出世不几日就死去，所以她的心极其艰苦，永未平复，所以她就求那位有智慧的圣者给她医治。那位有智慧的圣者真详细听了伊的苦情，就答应伊要医治伊。迄位有智慧圣者，大声问这位苦痛的老母：“你是对倒位来的？”这位老母因讲：“我毋是这个城的人，我是来自一个较遥远的某某城，因为敬仰你圣者的智慧。”所以才千里迢迢来求你的医治。然后这位智慧的圣者就对这位苦痛的老母讲啊，我要为你配一贴特别的药方，但是我需要用到一寡特别的药材啊，我需要一杯盐，以及一杯咖喱。咱台湾人讲咖喱啦 ，curry。这位老母想讲盐甲咖喱应该无困难摕着吧？伊就甲智慧的圣者讲，我会当落去山脚迄个城买一杯盐，以及一杯咖喱转来。智慧的圣者就回答讲，
用钱买来盐甲咖喱，无合我用。但我只是你用七日的时间，落去这个山卡迄个城，家家户户看讨会到一杯盐以及一杯咖喱无？这位老母听到这个指示，想讲盐甲咖喱是粗俗物啊，要甲人讨过来也无遐困难，伊就要出发落山。但是这位圣者看这位老母紧要落山，就甲伊挡咧讲：只有对自从毋捌死过囡仔的家庭讨到盐甲咖喱，我才会当配来做医治你的药方。就对自从毋捌死过囡仔的家庭讨到盐甲咖喱，我才会当配来做医治你的药方。讲了智慧圣者，就吩咐伊落山，费七日的时间。七日久，这个苦长的老母，伊落山弄迄个小小苦难城市的每一户人家的门啊，入门伊就真客气，礼貌讲：“恁山顶迄位智慧的圣者，叫我来向你讨一杯盐以及一杯咖喱，但是必须是恁厝毋捌死过囡仔。”头一户人家听了后就回答伊：“安尼，阮厝的盐甲咖喱，你袂当用，所以我无盐甲咖喱通互你。但是请你入来阮厝坐，我有一个可叹的故事通互你。我死过三个细囝。”伊就较紧入去，甲迄位比伊搁较苦重的老母做伙啼哭。伊敲第二户人家的门，入去迄户人家也是安尼。伊也较紧入去，甲迄位比伊搁较苦重的老母做伙啼哭。入第三个人家，伊也是安尼入去。甲一位比伊搁较苦痛的老母做伙啼哭不顾，搁入一户人家，因当地为因死去的囡仔做葬式，伊竟然那是迄位死去的囡仔的亲老母，遐尼苦痛，含因做伙啼哭，甚至哭第一场。竟然每一位死去的囡仔拢生出了那亲像伊家己的囝儿。七日久，伊行遍迄个苦长的城的每一户人家。七日了，伊行到等于山顶见迄位智慧的圣者，智慧的圣者爱伊家讨来盐甲咖喱摕出来。这位老母回答智慧的圣者讲：“我双手空空，我心内但有了感恩，深深感谢你对我的医治。”2014年，就是七年前啊，在英国新成立一个合唱团，一个非常特别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名叫做 Missing People Choir。这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名叫做 Missing People Choir， 失踪人的合唱团。这是由在伦敦两位音乐家 James Hawkins 以及 Claire Cook
两位费尽大气力来组成的。Missing People Choir 失踪人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的成员都是来自有失踪的孩子家庭的人来组成的，大部分都是年老的父母，有的孩子已经失踪15年，有的20年，有的25年，甚至更久，因为痛苦无一日停止，嘛无一日平安。但是世间已经无人伫关心因的苦痛甲不安，只有出着遐年老的父母，因要是何等万分的苦痛，一日比一日更加苦痛，毋是减少，一日比一日更加孤单。但是要着希望要找到因的家己回来。这些音乐家加入因这个伟大的工作，将迄个遐古董伫苦痛黑暗中的父母吹出来，为因苦痛的心写歌，鼓励也训练因唱出来因心灵极大苦痛以及希望，并四界带因演唱。演唱的是拢将因久久失踪去的囡仔，迄时囡仔大概还阁足细汉，还阁足年轻吧。终因迄时要年轻细汉囡仔上，伫舞台顶一个一个拍出来，互世界人看。你看，因演唱的是后壁，拢是拍出因久久失踪去的囡仔。迄个是，也阁是囡仔的面，也阁是年轻的面。先报大家好消息：2017年6月7日，一个查甫囡仔认出伊伫台顶流露满面忧愁的老爸，伫唱阿姨转来的歌。迄日，伊就转去找着伊的老爸。2017年6月7日，到一个年轻的女子认出台顶伊满面目屎的老母，马上转来了。2017年6月2日，一个小弟看见台顶的兄哥满腹的苦痛，希望要找伊失踪久久的小弟，伊也找到回家的路了。遐个至亲失去的，遐个至亲失踪去的，过年老已经予世间人放袂去的，数十年无一日离开因的苦痛的老爸、老母、阿兄甲阿姐，当因出来拄到有另外一个人，因也是遐苦痛，甚至比家己更加苦痛的时，两个苦痛的病人做伙啊，就变成了彼此最大的依敌。看这个相片，这老母拢已经年老。因拢有家己失踪，你看因手牵手，当遐至亲失踪去的，佮老早拄世间人放袂去的，数十年无一日离开因的大苦痛，数十年无放弃因的希望的老爸、老母、阿兄、甲阿姐。当因出来拄到有另外一个人，因也是遐苦痛，甚至比家己更加苦痛的是，两个苦痛的病人做伙，就变成了彼此最大的医生，医治就开始了。
咱中间无一个医生听到这个真理的时，无应该学习更加谦卑来理解这个奥妙。今仔日是咱感恩节的礼拜，未免得咱较会想到要摕来和别人分享的，就是最大只的火鸡，最澎湃的食物，以及一切咱最好的、最美妙的，啥物拢摕来和大家 share， 和大家分享。但是牧师要提醒的是 ，share 分享分。唔，那是分享尔，社分佫开始分担，分唔是会当分享尔，分佫开始分担啦。最大的社，最大的分，一定唔是朋友分享好物，那一定是朋友分担担当。朋友彼此分担担当，甚至苦痛，这予你最大感恩以及快乐。咱中间老人要最大最快乐的感恩节，就唔呐分享好物，就时时分担彼此的苦痛甲艰难。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 ，The Great Depression， 这是近代20世纪所发生最长、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牧师读过这些人对感恩节美妙的回忆，但是最第一感动我的感恩节的回忆，是一个在经济大萧条的时，一个查某囡仔的回忆。伊安尼写，迄时我才11岁，我是大汉查某囝，我下面要4个细汉的小弟甲小妹。迄时当时 The Great Depression， 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迄日透早感恩节。我起来，我找无妈妈，规间厝四界找，拢找无妈妈。后来伊讲，我一四界哦，规间厝一直找妈妈，结果伫阮厨房后壁门背后的暗淡的角落，我找到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家己孤单，哭伫遐，不停地啼哭。我就问妈妈讲：“妈妈，你为什么哭呢？”妈妈对我讲：“讲妈妈的心肝艰苦未算，因为下暗就是 Thanksgiving， 下暗就是感恩节。”妈妈无法度伫桌顶放任何好食物，给恁5个囡仔。伊讲，我随时就甲妈妈揽安安，佮用我细只的手不停擦去妈妈的目屎，我也出足大力。唔是要甲妈妈身躯扶起来，乃是要甲妈妈担担担起来。我是妈妈11岁的大汉查某囝，伊讲啊。对迄边以后，我一生唔捌过遐大诶感恩节。
咱并不能讲咱只有足感恩，感恩必须有一个特定的对象，感恩必须有一个清楚的原因。照咱这本圣经，咱感恩的对象就是上帝，咱感恩的原因就是上帝赏赐予咱这个画面。圣经安尼讲是有真清楚、真明确、神学上、信仰上的理由。感恩有一个 beginning， 感恩有一个开端哦。意思是有一个导火的点，你必须亲自去体验、去感受着迄个生存的正面的温度甲温暖，直到迄个温暖变成热度，热到开始的点到感恩的火种。什么叫做亲自去体验着生存正面的温度甲温暖呢？就是你有感受到有好、有热、有善良来临到你生命的四周围，甚至伫你的内在。这甲你的顺境，还是逆境无关系。有时顺境，还是独自徛伫高峰高处，反正会乎一个人愈感觉凉冷、无安全，一切拢会无久。你甚至会缩小你生命的壳啊！你惊人话来，你固执混乱，这就是为什么顺境往往并未带来感恩的主要的原因。反正一个人伫逆境的时，对待帮助伊散发温暖，会较敏感、较感受会到，也比平常感受较深、佮较侪。所以伫逆境，往往会予一个人扩大伊生命的壳啊，包括予更加侪人入来，甚至予上帝嘛入来。这就是为甚物逆境往往更加引起人感恩的主要的道理。咱讲去体验、去感受着生命正面的热度甲温度，但是到底甚物是生命正面的热度甲温度呢？生命热度、生命温度，就是意义嘛、meaning。简单讲，就是你感觉有，不是无；你感觉有价值、有 value， 不是无价值。安尼时，你就感受到生命伫你的周围，还是伫内底产生了温度、产生了热度。什么是最大的意义呢？最大的价值呢，就是爱嘛、love 嘛，就是你感受到你生命附近，还是内底有爱、有 love 嘛，就会产生温度跟热度嘛，啊，就是意义嘛。最大意义是啥呢？就是爱，就是 love。什么是爱呢 ？God is love， 上帝是爱。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请注意，在咱的圣经，全部信仰的部分，拢称上帝是爱 ，God is love。但是，在圣经旧约的部分，却称上帝是 Creator， 创造主，还是讲造物主？安尼，爱，甲创造。Love and creation 一定是相像的物件，一定有足深的关系。爱 ，love 是创造最大的动机，爱是创造最大的动力，爱 ，love。是创造 creation 最大的 motivation 动机 ，I love 是创造 creation 最大的动力 energy。I love 最大的爱，一定是要生、要传、要变较济、
要变较大，要变较好，要互搁较济活，要互搁较济活较好，活较久。哎，一定会创造出人甲万物，所以爱不死。爱啊，就是要生嘛，就是要传嘛，就是要变做较济、较大、较好嘛，就是要互较济活嘛，互较济人、较济物活，活较好、活较久嘛。所以爱一定会 create， 爱一定会生、会传、会创造。爱不是，上帝是爱，所以伊一定是创造主啊。恨呢？恨是最大的不孕症啊，未生啊。恨绝对未对家己分出任何物件，恨毁灭一切万人万物。所以感恩的动机来自体验到生命生存正面的温度，就是体验到生命好善良的部分，让你发现到意义以及价值，发现到最大意义和价值，就是发现到爱，发现到爱就是发现到创造你的上帝了。安呢？你感恩的对象就是上帝，你感恩的原因就是为着上帝创造和你这个画面。牧师爱人有这款的感恩，这款的感恩者。好，咱牧师来讲寡朋友话啦，较闲话、家常的话啦。坦白讲啊，每年感恩节时，我拢唔是足爱爬上讲台来讲话，你敢知为虾米？因为你我拢知哦，最个人话的话，就是去提醒人讲啊，某某人啊，你都爱较感恩的啊。你若常常爱对人讲这句话哦，保证你的个人缘。人无足爱听这款的话啦，人无足爱你提醒伊，常常都爱感恩啦。其实，敢有注意到今日牧师低头到尾拢无讲，咱着对什么人来感恩？并不是讲对人感恩无要紧啦，牧师那是只有甲话讲一半尔，牧师太简单，要甲话讲一半呢。想咱家己就好啊。若叫咱对人来感恩，你会想到偌济人，你爱足感恩。你袂想到足济人，你爱足感恩吧？爸母吧，有啊，太太还是丈夫吧，其他就少啊吧。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今仔日的人，包括你甲我，较袂对人感恩？因为咱遮的人，拢是现代人中的最现代的人。什么叫做现代人？现代人注重野心 （ambition）， 方法的采取创造家己 （self-made）。结果就是感谢自己做不善啦，感谢什么人少啊啦，要叫伊去感谢上帝创造伊的生命，更加困难。有现代人认为伊是创造伊家己，伊是 self-made。美国在较细汉的囡仔。因拢较未爱感恩节啦，虽然囡仔拢较爱啥，较爱 Christmas 圣诞节，
美国的少年囡仔对甲阮一个最强烈的一记忆是啊，妈妈伫厨房无闲气气地煮寡伊无偌爱食的物件啦，啊爸爸甲阮坐时呢，倒伫客厅的沙发伫看福报，美式卡球球赛，因为美式的卡球球赛福报啊，拢是伫约甲阮坐时开始大战。美国的西洋人啊，拢是到较大汉才会晓爱甘文哲。咱会当安尼讲啦，甘文哲唔呐，确实大人老人的节目。甘文哲唔呐，确实老人大人的节日。甘文哲更加是大人老人人生的机会课。题目只有两个字，感恩，予咱来回顾咱的一生。最后，咱最需要的是感恩两个字。最后，牧师带大家来想清楚，什么事呢？咱当然应该会记得。咱的囡仔足细汉的时，咱最大声教因对人讲的两句话是对两句话。头一句，咱教因说 goodbye， 讲拜拜，再见。第二句，咱教因都要说 thank you， 讲多谢你，谢谢你。好，牧师问大家。为什么咱的囡仔足细汉的时，咱大声教伊两句话，是叫伊咱会晓甲人 say goodbye 再见。第二句话是爱伊会晓讲 say thank you， 甲人讲谢谢你。因为这两句话必须两早教，因着学一世人才会晓讲这两句话。第一个理由是这两句话，是你一生最后几分钟的事，你爱讲的。但是牧师也提醒你啦，你临终的时，你不一定最好也是买啦，向去看你的人讲再见啦，讲 see you later， 还是讲待会儿见，回头见。有注意听无？牧师提醒你，你临终的时，你不一定最后嘛卖啦，唔去看你的人，讲 see you later 啦，讲回头见啦。你知影是安怎无？你知啦吼。不过你唔免用头脑，牧师今仔日就教恁，你一生。最后爱讲倒一句话，你免加想。你一生最后爱讲的迄句话，就是讲 Thank you， 感谢你。阿门。最后一条光。是米多利卡拉西玛，这一本的歌星所唱的《生命之光》，
愿济济人听到你感恩的话，愿上帝听到你对伊感恩，因为这最大表明了你的生命是集所有的恩爱，是你一生。祝大家感恩节快乐，请祈祷来庇护。